爸爸刚才一上场推着那个小车卖冰粉，他说他也带着你是吗？对呀、你也跟着去呀、那你会吆喝吗？我会呀、我肯定会。你吆喝一个我们听听。卖冰粉了，卖冰粉的，好吃的冰粉出炉了，再不吃的话就要没了哟。哎呦，那赶紧买哟。哎，你这么一吆喝，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来买呀？对呀。那你们家这小摊的生意是不是还可以？我们家的冰粉是非常好卖的、因为他还要唱歌嘛。谁唱歌啊？我女儿。哎呀，那你必须得给我们唱一个好不好，宝贝儿？好，来听听我们。歌呀，宝贝，谁教过你唱歌吗？没有，我都是自己学的。跟谁学的呀？我在手机上收音乐，然后自己学。你知道我为啥哭了吗？我有点心疼你呀。你不用心疼我的，我很坚强的。那4年前，其实妈妈突然不辞而别，女儿应该也挺难过的。因为当时她妈妈走的时候，我们还去找了她1个月零3天。啊？怎么找的？1个月零3天。当时因为我们在没有钱嘛，他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。我们在车上睡觉，雨儿说吧，雨儿她最清楚，她怎么跟我说的。爸爸，我们不找妈妈了，好不好？找妈妈太累了，每天都要吃蛋炒饭，或者是面包，或者是面条，我这些都不想吃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当时哭着眼泪给我说。那你不想找到妈妈？我就忍下心。回来我一定要勇敢地面对。你不想找到妈妈吗？想，但是太累了。别找了。就是、没找。就是我带着雨儿要坚强地活着，卖冰粉创业嘛。就这样子。我相信有一天总有出头之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。来，握个手。我们一起加油。OK。 你觉得爸爸照顾得够细心吗？能把你照顾好吗？能。他给你做饭？对呀、他做的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不信你来我家，我喊我爸爸给你做哈。你们家有点远哈，但是下次去成都找你啊。好。那你这小辫子呢？平常你自己梳还是爸爸给你梳呀？自己梳，他梳的可乱了。什么都很独立，做饭也会。比如说我晚上回家晚了，他就自己做饭，特别懂事。所以真的还是希望啊，我们新蕊的母亲能够回来做一个了结哈，不管是将来怎么安排，就是孩子我们有个交代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小新蕊这么优秀，这么成熟，好好学习，不要把文化课落下。好，好好的学这个艺术。我们今天有搞教育的这个阿姨们啊，陪在爸爸身边，好好的成长，将来一定会很棒的。我们遇到的所有挫折都是会过去的，我相信一天以后我们两父子决定会过得很好，只要努力，知道吧？幸福是给努力的人、坚强的人的。心儿有什么想跟爸爸说的吗？爸爸，你辛苦了，你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，
经历了很多坎坷，你总是把最好的给我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我爱你，爸爸。谢谢，我会陪你到老。